特斯拉美国提车期又延长了，最长要等11个月。继特斯拉十月初在美国上调 Model 3 Y 部分车型售价和预期交货时间后，现在特斯拉又延长了几乎所有车型的交付时间，包括 Model 3、Model S、Model Y、Model X。今年以来，特斯拉在美国地区对 Model 3 Y 车型进行了至少第13次售价上调。特斯拉美国官网显示，在美订购 Model 3 Sedan 的 The Lynch Plus 的顾客，要等到2022年5月才能提车，等待的时间长达7个月，比之前延长了1个月。这还是针对19英寸的车轮选项，大约30辆全电动英翼门 SUV 在弗里蒙特工厂的活动期间交付，这也标志着此款车型第一批订单的圆满完成。